那可以从这里飞到上面去的吗？ 我 Q 好的话，他背我先 A 他个三四刀再 Q， 但打不过你。出一水出门这么装逼，螃蟹不都这么玩的吗？远程英雄，然后带个强攻就一直 A。 打长手上单就这样。我迈向。 那你要死啊！劫来，连体，好扯。 点燃远程加连体，好经典的组合。螃蟹一级交了点火，他交了已经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This居然A不到吗？ 兄弟，你干嘛？没闪就别来呀！我是剑魔，四级的杰哥，战斗力有点不行。如果是四级的艾克，我应该就死了。随便换个英雄四级，我都有可能会死。杰哥的伤害真的不太行。 Enemy double kill， 还行，黑切还差一点。这波他交点燃，下波没点燃。啊，试下可不可以杀他？给他背了一下，19刀20多刀。下路又炸了吗？炸就炸了。 国服的下路只会打架，不会发育。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。那国服玩 AD 的人是不会抗压，不会发育的。
任何分段都是，你打到高分段也是，就是打不过也要打，实在打不过就让你投降，你只要记住这个就可以，不用太在意。想勾引他杯子，然后不上当了。我将天灭光明，制造永恒的黑暗。看穿，点火强度也就还好吧。他干嘛不直接一闪我？哎呦，被塔打了一下，不过不被塔打也死不掉，我还得再 A 他一下。我第一时间在塔里面，我要走出来才能反打，不然就直接死。跑上来抓我，38刀耶，不补刀只杀人的，8分钟38刀。那这么一看，我们家下路还可以，38刀。我会把那东西拿回来。还是38的，乌鸦死。他那是被拉回去的吗？他是掉到我后面去，好像是被拽回去的。你还不走啊？不走要死的，兄弟。杰克人傻了，他干嘛不开大呀？第一时间。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太大了，这怎么一直来上啊？妈逼下路不用玩了是不是？不要叫我干。干嘛？你又在呼唤楼下的母猫了？这别说还挺痛，打他要怕什么？艾克太虚了，虚逼艾克。
剑魔出冰拳怎么样？能赢你就出。装备是你能赢你就出，那没什么好，没什么不好。就是你实战中你有经验去支撑的话，能打得出来这个装备的效果，那你就出就好。我操，出弹不行，出弹不行。艾克还被螃蟹给宰。这老鼠在干嘛呀？这不对线，他去干嘛呀？这下的塔还被拆了，搞毛线？螃蟹挂机，他这跟死了没区别，这确实跟挂机没区别。你能堵得住别人的线的话，确实跟挂机没区别。38刀，压了快90刀了。一塔没了，没事。那一点点钱比起螃蟹吃不了线，你选哪一个？对，这么算就很赚。你吃到钱，但是跟你敌人吃不到兵，那是两回事。就跟你对线的人吃不到兵线，跟你自己吃100块，多吃个一两百，那真的太不一样了。就相当于是你多花了一两百，你去让对面吃不到兵，这个怎么算怎么赚？因为你去补刀是很正常的，你能让他吃不到东西，那说明你是优势的，你是优势，那你就很容易去打前队。但是敌人是劣势，他就不好打前，所以说这一两百不要太在意这种。蝇头小利，这些小便宜，没事，这队友拿了也无所谓，不差这一两百，差了快100个刀，就这样，上单基本功差的人往上都是这样。100刀，反正你剑魔优势了。装备不是很完整的情况下，打团你先考虑考虑。从头小利，看来大家的文化水平都挺高的啊，从头小利都来了。又是你呀、啊！这死徒棋，有完没完了？到哪都看得见，烦死了！哼，这样出，这不是穿透吗？买两把长剑，这样加成高一点。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哇，这么痛啊！一大波就死了，我日！他怎么飞到后面去的？反而好像这游戏跟我没啥关系啊！这老鼠就游走把自己游爆了，他不补刀在下路干嘛、啊？跑来跑去的，最后你也没帮他螃蟹，他抓我干嘛、啊？他跟辅助吵架了吗？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自己有点要感冒的感觉？哎呦，我感觉我的身体，那个，我的免疫系统在对抗病毒，我感觉到了，就会有一点点难受那种感觉，我有点鼻音了。哎呦，明天不会感冒吧？我操，这我十多年没感冒过了，阳了，这现在还阳了。老鼠是剑魔是不太好打，永恩啊是有点。
但也没有那么不好打。没阳过，阳了，早就阳过了。这居然没有反向 Q， 这老鼠又要来了。哎呀，看了眼弹幕，真是的，不然我感觉有可能反杀的，我有清楚。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他怎么三剑的？这么飞？今天好像吵架了，他们上中野。这老鼠十六个头。啊，你好！大头直接秒不打，对，碰到大头直接秒就好了。你还打大头？剑魔打不了大头，除非这大头笨到一定极点，卡住了。好玩吗，兄弟？杀你就三刀，这波反杀不太可能，有概率反杀，真有概率，要相信。我刚 Q W， 然后 Q 一二拉回来 ，Q 三就死了。我伤害很高，你没看我残血？我残血，但是我伤害很高。剑魔征服者配坚毅不倒的话，法兰是很可惜。干嘛？没事，有视野没事。Q 一中有机会，把那个盾刷出来能挡两百，两百的伤害很关键。因为我击飞他，他也 A 不了我嘛，那一瞬间。真实声音，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。又是这个老鼠，我真的是操了，坏我好事。啊，你好。脸色不太好。哎，烦死！乌鸦救我似的，他把我拽过去。